这里就是当年我娘逃离安和宫住的地方，所以你当时是有意带我来的。我想，冥冥天意之中，你娘她想见你。娘，我记得婆婆当时跟我说，我爹和我娘成亲，是我娘自己亲自写的婚书，藏在我爹的枕头下面，逼着他去求亲。你娘她真是胆色过人。还有一战了。是。此战凶险，前路未卜。是。本庄主决定，等到暗河宫败落之日，便是你娶我之时。这是抢嫁。是啊。虽是天下第一大庄，可强取豪夺总是不妥，好歹遮掩一点。难道你不想？一句话，想不想？想。想了好多年。这世界很酷。